生什么事了？我们在森林里采露水的时候被导弹妞妞给混乱了，那个导弹妞妞让我们一直转一直转，根本停不下来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是瑞闪天女秋蓉救了我们。那秋蓉呢？她怕导弹妞妞再来，就让我们先回来了。她自己一个人留在森林里采露水。秋蓉会不会有危险？别着急，秋蓉是瑞闪天女，而且她加入山特工已经半年了，我们得相信她。嗯，好了。亲爱的导弹妞妞，别捣蛋了吧。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还有干嘛？干嘛叫我亲爱的？想找到你，只要苏丽拉足够，那么就可以找到你。叫你亲爱的是因为我想要照顾你。说的什么莫名其妙惹心惹麻的屁话，现在手无寸都快不行了，我看你这么用手。刚才是因为我没有准备好，现在请亲爱的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来迎接瑞闪天女的水晶舞法吧。什么？你不是山特工吗？我是山特工，但是同时我也是瑞闪天女。水晶舞法，瑞闪天女转移。小伙伴，绝舞入林，警方。
后我们好好的，乖。什么？敢骗？敢拿我们混武族的宝贝？还好我超级智慧，跟踪了老半天了。你这不是厉害，你只是走运。既然你运气这么好，不如我们打赌。别，我碧池会想到跟你赌吗？然后再被你骗，你有什么拳法？就拿出来吧。别傻了，你都受伤了，不能再使用苏丽拉了。知道了，来吧你。米娅，毒蛇耳朵炸。哈哈哈哈。小仙女，我对你真的没兴趣。现在我赢，我学武。PK 舞池，热情，三八。明明是三八，居然说成三八。我要是跳不赢你这家伙，岂不是太丢脸了？你会闪，一定赢。PK 舞池，瑞闪三八。我挂了号要看病，我闪。秋伦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还能动。还好夏米赶来，不然……哇，这是什么？对了，夏米，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呢？这次是真的担心你呢。可不是为了做圣特工，谢谢你啦！快放我下来！这个到底是什么？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的话，那就送给你了，就当你刚刚救我的谢礼。我也没有说我喜欢啊，那就算了。
哎，我喜欢，我喜欢，这么漂亮的东西，谁能不喜欢啊？我要把这个送给肯特的妈妈。为什么？因为，哎呦，明珠，香蜜你又来了。走啦走啦。感谢，我开动了。色美，气香，味好，色香味俱全，不愧是招牌。那是，我家的番茄鸡蛋卤面可是五梦村一绝呢。哦，对了，你刚才看到圣阴使和圣武使了？嗯嗯。干嘛呀你？你不会还想着有一天进圣云堡吧？这可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呢。你知道的。圣云堡挑选圣女向来很严格的，年纪呀，外表呀，这些都很仔细的，你自己想想，是不是都及格了？我知道，就光是外表这一条，我就挂单免提了。老板娘，先放这儿了啊。兰姐，你的圣物法好犀利呀！哎呀，这不算什么。兰姐，你又漂亮，无法力又强，为什么没进圣云堡啊？我不是说了吗，年龄，我都这把年纪了，早就不想这事儿了。那以前呢？哎，以前是以前，现在的我呀，只想一心找到我干妹妹。干妹妹？是啊，就是之前在我店里帮忙的那个天族女孩，她就是我的干妹妹。嗯，她怎么了？几天前的早上，她去森林里采茶，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就这么不见了？是啊，她会去哪儿呢？会不会有危险呢？兰姐，看你这面店这么大，怎么不找个厨师来帮你？哎，这不是找不到吗？哎，姑娘，请问你们这招人吗？厨子、切配、跑堂、杂工、看门都行的。放大，拍近一点。缩小，拍全一点，远近都行，自由一点，更稳一点，更嗨一点，哪怕暗一点，也拍得亮一点。荣耀20 Pro 全新冰岛幻境配色，水晶女孩都爱用的拍照手机。